27号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《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发展规划纲要》，简称“五五改革纲要”，共包括10个方面、65项改革举措。纲要明确，未来5年，法院将加快推进跨域立案改革，推动诉讼事项跨区域远程办理、跨层级联动办理，解决好异地诉讼难等问题。